刚开始我去的时候，我是很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子，是因为在厦门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在海上，海风吹，太阳晒，海底的那个紫外线折射，一天之内我就黑了将近25。那在拍摄的时候没有用什么防晒手段之类的？我以前不信邪，我在想人怎么可能晒黑呢？但是生活给了我教训，从那次以后，我去哪儿，冬天在屋子里我都会涂防晒。所以拍这个戏之后，就是用什么措施挽回来？冬天我就接了一部棚内戏。就大概都是在屋里，就每天就多吃点草莓，维生素C 啊这些东西，多喝水，在屋子里，在被里面去捂汗，去把自己闷白，结果闷了3个月之后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然后，于是乎心灰意冷的我，决定在家给自己放3个月的长假。这3个月里，我可谓是想了很多的办法，最后我成功的白回来这么一丢丢。